第26届校际戏剧比赛来到最后一集，今集我们会继续送上同学们精彩的演出，同时看看戏剧怎样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当中又有什么突破？事不宜迟，一起去欣赏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表现得十分之好，比理想和排出来的感觉更加有成就，我们也很 enjoy 我们的表演过程。我做这个角色就是臭芬芬，就是听个名字就知道是一个臭的妖怪啦。我这个角色的之后，我做完之后就觉得其实很有挑战性咯，因为我要一边顾及温柔那边，又要顾及很粗鲁那边，就令我有点难做咁咯。因为我哋中意观众嗰种掌声同埋欢呼声咯，系啊，同埋喺舞台上面咧，同观众有个交流咯，所以我哋所有表演者都好中意拣舞台呢条路咯。我谂最大嘅困难就系令到佢哋相信呢个故仔系可行咯。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年纪已经比较即大了，他们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我做这些事情，哎呀很尴尬啊。但是其实小朋友其实本身就成日都会玩这些角色扮演的，但他们找得回原本角色扮演的那种喜悦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妖怪，看看哪个来了？你哪位啊？哼，我就是当年拿着两把西瓜刀由南天门斩去蓬莱东路，斩足三日三夜，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孙悟空，点啊？劲啊你！好惊惊啊！真系冇听过啦！哎呀，你只嘢咁冇常识，点出嚟造妖啊？唔好讲咁多废话，要打就打！师傅，我一嚟救你。废，仲有调虎离山之计添。睇你要速战速决先得。兄弟，上！好啦，边个上先？跟你啦。好，我中意。你哋几个冇事啊嘛，再打落去，小心啲，连命都冇啊！我不想拜人，拜人为我而死。你哋几个嚟救师傅我，我已经好感动啦。而家就等师傅我为你哋做翻啲嘢啦。只要你放佢哋一命，我愿意一命赔一命。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既然留得翻条命喺度，就一定要完成今次嘅任务。唔理个人妖定妖妖，仲有取得劲就好妖。你哋几个成日都木紧企喺度做咩啊？靠拢，报数。一、二、三。仲有个咧？嚟啦！你死咗喺边啊？由今日开始，你要坐只白马，直到有人买你为止啊！冇问题，只要取到经，唉，做牛做马都冇所谓啦。咁我哋行啦。悟空、悟能、悟净，一齐出发。喂，仲有我白马啊！不过不失啦，我觉得最紧要系你尽咗自己最大嘅努力，唔好令到自己有遗憾咯，呢个系最重要咯。要兼顾到其实都好攰噶咯，但系即系我觉得系要去尽力去做好呢一样嘢，咁俾大家睇到我哋嘅成果。未学之前咧，其实系一个好怕丑啦，即系好惊舞台嘅一个人啦。咁学咗戏剧之后咧，即系会放开到自己啦，而且都其实做不同的角色咧，都有尝试不同的人生啦，即系知道咗佢哋嘅一个生活方式啊之类嗰啲嘢啦。咁学咗戏剧之后咧，我就更加可以放开自己，同埋都好享受舞台咯，而唔系话就系为咗去做而做咁样咯，而系觉得呢个系一个享受。very good 啦，俾101分咁样啦，因为佢哋喺我眼中，佢哋永远都系最好嘅。嗯，我哋觉得有时啲剧本，我哋都好多系同学或者老师帮手一齐去创作出嚟嘅。咁我哋都希望藉住呢样嘢，能够令佢哋发现下生活里面嘅一啲素材啦，即系佢体验到生活嘅一啲情况，同埋学识逆地而处咯。继续努力，前面咧有好多唔知嘅将来，等佢哋去开拓。做嘢，白夜光。你智慧啊，香港回来探你啦。
志伟，你喺香港翻嚟啊？系啊，爷爷，妈咪寻晚打电话俾我，话你入咗医院，我听到就即刻翻嚟啦。哇，好彩你冇事啊，吓死我啦！做记者啊，好辛苦啊，走嚟走去啊。阿爷，我仲未系记者，依家读紧嘅咋。几时毕业啊？仲有两年，下个月我会去电视台度实习，你记得开电视睇我啊！做嘢啊，唔好我亲啊！知啦，阿爷，我有用你俾我嗰啲港银喺香港买嘢食噶。你个当当咧？我好啦，我行唔到，落唔到街，冇枪，冇啦，上唔到。有啊！志伟，港人啊，香港买嘢食啊！知啦。喂，阿朗，上次咧咪话你喺咗一齐做报告嘅？系啊，你哋谂住几时出嚟做啊？原来咧，我哋嗰组已经够人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吓，咁啊，唔怕啦，我自己去做 OK 嘅。诶，咁不如下次一早，喂，派笔记啦，派笔记，啲笔记好重要，攞住啦，断考笔记啊，最后一份啦，我嘅，啲笔记派晒啦。吓，诶，等，咩事？诶，咁不如你借你份俾我印翻啦。你问隔篱嗰个啦。阿仔，生日快乐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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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day to you.我老豆啊，终于话有个初三仔，我屋企人又成日记错我生日嘅。翻到学校，次次分分组，我就好似个波咁，俾人抛嚟抛去。每次印亲笔记都系少我嗰份，即系收班费、集费嗰阵时，啲人先记得我咋。咁样嘅我，有啲咩值得开心啊？等我俾啲嘢睇下。呢个系 Jessica， 追星追咗30年，偶像名成利就。而佢自己就錯過咗人生好多重要嘅關卡。但係當我著咗呢套衫之後，啲人可以重新發現我，睇到我甚至係欣賞我啊！呢個女從來係冇諗過去揾翻存在感㗎。佢啊，你只不過當你小丑嚟咋？係咁㗎嘛？我求下你，你要做翻自己啦。Jenny 阿媽，同樣都係反對佢。阿 Jo。都是不愿意公开自己关系的啦。那到头来他们变成什么啊？是没错，本来做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选择做乐天的 Jessica 也好，还是选择做不相信世界的阿Jo也好，选择权在你手面，这个波交回给你了。我想啊，我们两个都差不多了，分分钟啊混在呢度都冇人知啊！你又嚟啦，讲一句句有骨。啊，你话唔系咩？好日啊，都唔识翻嚟一次啊！有事啊，我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冇仔女。仔大女大，佢哋世界啦，都管唔到咁多咯。好啦好啦，该食饭啦，啲餸真系冻噶啦。老豆啊！啲罐系咪垃圾嚟噶？不如帮你抌晒佢啦，放翻喺度。啲罐又旧又残，仲留嚟做乜啊？
同我放翻喺度啊！我唔使你哋照顾，我有手有脚，识照顾自己。你同我走啊！同我走啊！有冇翻啲啊？喂，我剩下啲嘢俾你啊！蛋白系人茶，我第一次整啊！我加咗你最中意食嘅鸡蛋噶啦，食完一粒粒，止到几声咳。嗱，唔好食都俾面食晒佢啊！即系你煮噶？嗯，我煮噶，快啲试下。闻落去有几香，但点解得只拣嘅？咁以后你食鸡蛋，我饮糖水，好唔好啊？好啊。你想食啊？心中想与你，变做了我与自身海阔天空里。咁饮汤先啦。喂，有曱甴啊！边度啊？嗰度啊？边度啊？冇啊！你男仔嚟噶。咁佢走快嘛？都唔明你哋嘅曱甴又有咩好惊喎？呢样嘢我哋真系冇人知啦，爸爸。系啊，我记得阿爸嗰时真系好劲噶。唔该，咁样偷食我支高蛋糖啊！食完你啊，小贤仔。阿姐，我想呢个法式啊。好啊。喂，你哋两个冇玩得咁癫。喂，有曱甴啦！哇，冇法式，快啲捉曱甴啦！发生咩事啊？有曱甴啊！你两个咁细胆噶？曱甴都惊，冇乜衫，你男仔嚟噶，快啲快！快啲嚟啦！咁细胆又点娶老婆啫？怕咗你哋。哇！爸爸好犀利啊！我一路都以为仲好多时间噶，但系其实我仲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好多嘢想同你一齐做啊！爸爸，你放心啦，我会照顾好家姐，保护佢哋，好似有咁犀利。冇咗你，我老婆会好唔惯，冇得同我一齐食绿茶雪糕加鱿鱼，一齐睇电视、唱歌、打机、去旅行，我真系好挂住你啊！宝宝灭了爸爸我心中的巨人有他的家我总感到安心灭了爸爸他回归天父怀抱哈我梗唔系为咗啲咁小事而嬲佢啦已经习惯了，不过唔想见到我啊嘛，我都唔想见到佢喎，冇做骨哈。乜你又以为我真的好想见到你咩？我一啲都唔想咯，而且我一早就话唔喺呢一啲地方噶啦，而家终于可以俾个借口我走，保重。你又走？嗱，你再走啊，就将你之前啲丑照公开。碧池啊，你一解佢，一解我，我都唔会住噶。企喺度啊！从毕业之后，我周立冇叫大家。我只是想见一见他们，想见他两个和好，为什么都会这么难啊？在今天来之前，我和自己说千万不要哭，因为我想遇过最欢的事容易送他走一程啊。那你们呢？难道你们就不会在他面前花场戏吗？可能你们根本都不知道究竟有多想你们好翻。就是他发生车祸之前，他跟我说我好挂住大家啊！佢问我哋四个究竟几时先会变翻好似以前咁啊？你定仲记唔记得我哋当初系点样成为好朋友噶？记得，点会唔记得啊？嗰次系我带住出猫。系咯，就系因为某个人成只猫跌跌咗落地下，先至会被老师发现啫嘛。你唔同老师讲，老师系唔会知嘅。所以最后我哋咪被老师拖咗出去闹佢入咯。喂，啱啱咩都冇讲吓。你傻？
睇我爸睇我叔咩？系唔知道碧池同埋班长？如果佢告我哋嘅话，我哋告翻差班长啦。我啊，先冇你哋讲得咁衰。我同你哋无仇无怨，都系哋背脊，都冇咩好处啦。喂，头先有冇俾人捉到啊？乜事都冇发生啊！啊，不如咁样啦，我哋影翻张相就当系纪念一下今日我哋冇俾阿生捉到我哋出猫啦。好啊。好啦，而家有相为证，大家都系共犯，由今开始大家去受秘密啦。哎呀，上错贼船添。呢啲叫同舟共济。我最近啲独居老人一定好有钱啊，估唔到咁大间屋，啲垃圾喺度。喂，嚟两个啊，认真啲抄嘢啊。大佬，外面发现咗个锁住嘅箱啊。咦？吓咩嚟噶？上榜？个阿伯系咪黐线噶？咁老师董仲攞住个锁锁住啲相，原来系个阿伯同佢啲仔女影嘅相嚟噶。吓、啊，我哋个阿伯单身嘅喎，原来都有仔女嘅。其实我听过佢有仔女嘅，不过佢哋从来都唔嚟探佢咯。喂，你人哋咁多做咩啫？嗱声偷埋嘢走吧啦。其实有时。我都想同你哋讲声多谢，因为我一直以嚟都系自己一个人，但系自从遇咗你哋之后，虽然每日都会闹交，好似成班细路仔咁样，但系我就好似多咗两个屋企人咁。如果冇咗你哋，我可能就好似阿伯咁，入咗医院都冇人理，话唔定仲会俾人入屋爆格添。咁希望个阿伯都快啲好翻，啲仔嚟探佢啦，一定会噶。系咯，不如搵我哋探下我妈，我想介绍你哋俾佢识啊。咁边个去睇马老豆啊？好啦，不过你首要任务系要执好间屋先，你要锁手啲啊。嗯。迟点终会有的迟条。不离不弃，信任与爱的行为，通常只有小孩子能辨识真谛。咁喺自己嘅个人嘅成长方面咧，因为我哋透过戏剧嘅活动，我哋认识多咗唔同嘅生命，咁俾参与嘅同学咧，佢会知道啊，原来咧人有好多嘅遭遇，性格有好多嘅，佢喺当中咧，佢就会学习到认识同埋尊重其他嘅生命，咁其实系好好嘅。有一个年轻的评委，然后他是之前的那个学员，那。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那个，慢慢的他也过来做评委，来看那个更年轻的一些学员慢慢的成长，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也会更多的是一个鼓励的性质。那鼓励其实是为了他们能够走更好的找到一个方向，能够走戏剧这条路。对，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当你觉得这条路是对的，适合你，那可能就是你能从中找到一些快乐，能更好的，就是你能体会到快乐的话，比什么都好。